说他看起来好像很淡定，但是一唱歌就有那种苦情的效果。我们先来看他过去的造型。做他我没有别的太多的想法，我只是希望能够在他的条件里面让他变漂亮，变得在台上有明星的样子。是，居然有人夸他说你是小郭采洁吗？真假的？欢迎陈雪芬。林心如脱胎换骨，帅气破表，连林夕老师都着迷。Hello， 我要剪头发了，心痛的感觉。外形略显老气的雪芬，改造后恢复20岁的年轻魅力，星光小郭采洁即将亮丽登场。好的，姐好，冰箱老师好。哇塞，这才比较像他年纪，因为他才19岁啊。他每次出来唱一唱《白衣光》，我们就是有历经沧桑35岁的感觉嘛？自己觉得啊，怎么样，采洁？有觉得自己好像回去自己的年龄。对对，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是会说我好像跟我实际年龄不搭。嗯，老在等。嗯，所以今天你要唱哪一首歌？姜蕙的《龙虎虾》。嘿，用郭采洁的造型来唱姜蕙的《龙虎虾》，来掌声吹落去，谢谢。落雨声，那亲像一条歌，谁知影，阮越淡越痛。异乡的我，一个人凄微寒，寂寞的雨声，对阮心肝。人孤单，酒断是泪皎皎。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伫遐。阮的心声，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今生犹原拢总无。19岁的陈雪芬，你知道吗？不看年纪，然后听完你唱，就很想问说：今天老公跟小孩都有来加油吗？哇塞，他那个跪靠是不是阿翔老师？对，真的没有看画面会这样。雪芬很厉害，因为很少，我现在其实比较难听到那种把台语能够唱的优美的，就是台语歌要唱的像你，他把那个很多台语歌的细微处啊，那个声音，我不会形容那个顿挫悠扬跟那个转音的细腻处，很多小的地方他都注意到，所以你会被他一直这样带进去，然后又跑出来又带进去，就一直被你玩弄了，会有这种感觉，对。好，玩弄了阿乔老师，马上就来看看我们雪芬能不能过关，请评审按灯。陈雪芬的演唱《落雨声》得到的分数是24、25、26、27分。
讲一下，我可以讲一下吗？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我听到了那种不张扬的，那种女性最传统的温柔，而且你已经把你其实可以唱得很澎湃，可是你都已经想过你要怎么唱，你知道那个非常的感动。而且刚刚林夕老师问我说，他是不是之前唱很多的闽南语歌？我说对，他说完全是，今天完全是不一样。谢老师，所以为什么 Roger 怎么会这样呢？他的头发跟他的项链还有衣服都提醒他要优美，要优美。哎呀，你哭了，怎么样？小孩真的有来哈、哦？妈妈，在这边呢，真的我觉得雪芬今天的表现，我们要热烈的为他掌声鼓励一下。恭喜你得到这么高分，谢谢。这么高分吓死我了，这是我就是。比赛那么久以来自己的最高分，所以其实是很感动的。赞啊，太赞了，太赞了，而且太热了，太赞了，太赞了。接下来这位我蛮好奇的孙